摇滚乐就是我们的十二分演，享受这个你自己在表演在创作的这个快感，我觉得对，这是每一个表演者我觉得最该享受那个过程。这次想给大家看到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差别的 SIS。 这次我们准备的杀手锏就是跟我们 SH40 以往的风格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对这个舞台的信心就已经慢慢的在增加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做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团的杀手锏就是我们团每个人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这就是我们的杀手锏。这一次我们的舞台是直接把另外的五支队伍全部当作对手的，我们 RISE 没有固定的风格，我们可以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别人玩的我们都想试试看。